首先呢，它是一个薄款夏天料子，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料子，而且呢，它是选用超级高弹的面料来做一个牛仔前开叉裙，开叉的位置呢在膝盖之下，所以呢，不论你是要抱小孩啊，要走楼梯啊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刚好的位置哦。那它呢是做这样子的，后面有一些些微微的松紧带，它就是作为一个造型，穿起来非常修身，腰非常非常的细。那它算是一个中高腰，因为呢肚脐在这边，它在肚脐之上。中高腰，那还有弹性跟韧距，让大家去做扎衣服的动作，尺寸非常非常的标准，所以拿自己的尺寸就好，简简单单，你要搭背心、搭 T 恤、搭长袖的衣服也都非常非常好看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是走一个没有刷破的概念，但是有刷白，在我们大腿的地方跟屁股的大腿的地方做一个刷白，作为一个视觉显瘦的效果。侧面呢，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显纤细，然后呢，你看弹性都非常非常的好，那你也不要因为弹性好，所以买大或是买小，请大家买自己的尺寸就好。那长度的部分呢，纽伦是161公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长度落在我的小腿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比较小个儿的人，其实长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，也不会有太大不一样的地方。高一点点，其实你可以把裙子往下拉一点，它就会变长了，或是高一点你往上拉，大概再短一些些，它也是在小腿上下左右非常非常好看的位置。